道歉赔偿 ，yes， 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不舒服。我自认为我像蛮像牛郎的，蛮像男模的，我想让每个女生都舒服。他怎么想到今天要在场做相声？因为好笑，这比较好笑嘛。毕竟走中奖反正好笑的。啊，对，臭逼啊！自己的背面比较自豪的是哪一个部分？啊，狂博啊！哦，狂博。狂派跟博派啊！哦，变形金刚啊！明白。本来以为不会来耶，结果你还是现身。会啊，我入围三个。还是要来。一定要来。一定要。老板今天没来。他发高烧，他大发烧。是因为看到你上新闻。哎呦，厉害了！看，无言，无言。没有了，这事情都讲过了，你们也知道啊。嗯。你们都知道啊。不太知道。没有，我早就发文都讲过了。反正就是，啊，绝对没有想到什么性骚扰的意图啊。对。对。当下气氛好，然后什么？但我觉得重点是，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们都愿意道歉跟赔偿，是认真的，对。嗯。对，因为我这个人出来玩，秉持着一定要双方都开心。对。男欢女爱一定要双方你情我愿，我才要。对，但是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们都要道歉跟赔偿。那此外满意哦。那会担心有留下什么记录这样？这个事还好，就是我们就是做什么事都面对嘛。对，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们就绝对尊重。那有打电话给她吗？我根本没有她联络方式啊。对。对，因为我这个人心情哦，当然是 QQ 啊 ，QQ， 因为就像我说的，我很注重这个，就我很注重你要我才要，对。所以会觉得是被误会一场。这个要再讲，哎呀。对你来说是误会。不是，当下就说这个，问他说有男友啊怎么办？然后他说可以玩，然后后来也去这个餐厅门口嘛，我打屁股。然后监视器有拍到，然后他也继续跟我聊天。当下我可能没有知道他不舒服，然后后来跟我说啊不是跟我说，后来在 D 卡嘛，不是我打屁股这样。所以我最后一个重点，荧光笔画起来。如果女生感到不舒服，我们都愿意道歉、赔偿 ，yes。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不舒服。我自认为我像蛮像牛郎，蛮像男模的。我想让每个女生都舒服。对。但如果有女生不舒服，那就是我们的不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上去。好，谢谢。站哦，站哦。啊，上去。